Upp nach Schell. Wenn du成功，也不枉老夫陪你冒一次险。有人曾为我舍命，有人尚在等我。不能睡。 还有考验，好，今日就打到你消散为止。 这虽然诡异，但对于我而言，确实妙处甚多。雷池，终于找到你了，身体已然复原，元神也前所未有的强大，一番明悟。 眼前之路好似变得越发清晰了，尊者境大圆满，我终于达到此境了。按照古书记载，方才闯过的石冲天劫，可以归结为一片雷道天穹，而在那之上，果然还有对应更高修为境界的雷道天穹。可惜那是神灵劫，我尚无力度过。 Thank you.
静静在这里采桑。江水悠悠，静静的回眸，弹不尽多少是非恩仇。三千繁华不负空中楼，梦里相思说。虽然面貌不同，可这气质，还有那双眼睛。他是我，一定可以活下来。融化我愿化作窗外的桑花，朝朝暮暮都有我牵挂，无论岁月如墨，天地无涯，让我魂牵生你来的可真是时候，哎呦！你这是大笨狗。听到你陨落的消息，我不相信，但又不能不接受。凶兽吧，翅膀都长出来了。喂，你哭什么呀？
常常神伤哭泣，一直希望你能活着回来。在上界历经生死险境，却不知远方有你一直挂记，受苦了，灵儿。你就是皇，额堂圣光，醉血邦云的醉血后代，也是你。百川汇海，三千州天才大决战开始了。听说此番参赛者不但有当世天骄，还有许多上古人杰。你真的要去？太危险了。不要担心，等我回来。无论是当世的仙殿传人，还是古代的六冠王，或者还有什么其他更厉害的人，只要敢针对我，统统镇杀。一定会回来，是吗？回来，一定会回来。怎么又要走了？今天好不容易等到你出现，转眼之间就又要走，你就让他这么一直等着你吗？小浪，你别乱说。三千州天才汇聚，所图的是这一纪元最后的机会，关乎甚大，他必须要去。你要给我小心，什么争霸，什么造化，都不如活下来重要。我只要你平安。你该走吧。不急，只是选七仙谷的人，我们还有时间。听说进入仙谷一地参赛，短则一两年，长可能需要上千年。到时这两株树都应该枝繁叶茂了，这园子中都应长满了灿烂的花草。希望你一切都好，回来时见你依旧这样灿烂的笑。我只要你一切都好。放心吧，我这一路都要高歌，登临绝巅，要踏上这一纪元最辉煌的顶点。我还要追上柳神的脚步，寻得那真正的潮头。等我回来，带你看尽世间璀璨。岁月更迭，世间绚烂，可很多都终将成为虚幻。我只要你活着回来就好。好，保重，我一定会回来。这长弓眼号称尊者境无敌手，曾四次出世，每一次都在三千州天才大战中夺得天下第一。只可惜，前辈，老祖姑姑早已沉眠，你不要太悲伤，她也希望你能快乐地活下去。传说长弓眼的爱侣葬于此地，那女子一半魔文族，一半醉血血统。长弓眼将自己冰封于雪山之下，只有能进入仙谷遗迹时才复苏，就是想在其中寻到凤凰血池，复活那女子。可惜
天不遂人愿，他虽屡次夺得第一，终未能寻得凤凰血池。倒是个痴情人。你是他族中晚辈，望你莫要如来人一般，满怀偏见，伤前人之心。你可是长公爷？你是何人？这么说就是了。过了一战。安眠于此，不容打扰。想决高下，就随我来。夫才那是何人？敢向长弓眼这等古代怪胎较真？一身金衣，执剑行走，又有如此实力，定是剑谷的无上人杰孤剑云。哎，听闻此人在长弓眼隐世之后夺魁，又向来瞧不起醉血后人，所以一直视长弓眼为对手。哎，快看，剑谷女传人，剑州第一大教培养出来的当世顶级后代。哼，都已经四十了，还在为一个醉血出身的剑女人落泪，这长弓眼多情伤感，难成无敌。你怎敢出口伤人啊？就是，来到我醉州，口头上还是自得为好。身负醉血还敢顶嘴，我倒要看看这里有多少不安分的贱民。不久前醉字烙印天穹，引发异象之人是你。醉血到底有什么罪？又由谁来裁决？你吗？你要干什么？你不是说我等体内流淌有醉血，为祸天下吗？你给我指出来，我们哪位祖先曾在哪个时代作乱？此事是三千道州各大道统早有共识。没问你是谁的共识，我问的是，是我哪位祖先在哪个时代犯下了何等罪责？说来说去，其实并无真凭实据。你可知，就算是下界醉血皇者，到此也不过是被遣去种植药园，你怎敢逞凶？下界皇者。知道怕了就好，你们的祖先曾经是大凶，为恶天下，你若还敢护恶不宣，真当这世间没有法度吗？法度？你们仗缥缈之词欺压他人，也敢在我面前提法度？你这是在质疑各大古教？是又如何？各大古教，以为我怕吗？别忘了眼前妄言的人，只有你一个。你敢伤我，就不怕我剑谷高手来将你们这些醉血后人屠戮殆尽吗？我本来只想教训你一番，你却要寻死。奇怪，一旦额头符号出现，只要动用法力，体内的醉血气息便愈发浓郁，
好似有种神奇的力量加持其身。下界修士只求能认祖归宗，托庇于此。大家既是同族，便无需客气。听闻你从下界带来不少宝药，那就还由你来照顾，去药园容身吧。哎，多谢陛下。同族药园，看来是在这上界火国的药园之中啊。快走吧，罪自应召天穹，又当众击杀了剑骨传人，很快就会有强者赶来，你发什么愣呢？你们记住，这不是耻辱，而是凝聚着昔日的血与火，最璀璨的荣耀与功绩。那个圣光崩云的最喜后代，你已被我盯上了。大道传承，不容亵渎。被你逃脱，但此战我已有所悟，下次定要斩你。天仙异象，雷暴无忌，如此机会不容有失，我要趁机引下雷电，模仿仙骨才有的天劫，去淬炼元神和肉身。你疯了，要渡雷劫，生死可就在一线之间了，你还想不想见火灵儿了？我一定会去找他。但这正是我最需要的最强雷劫，我
唯有经此历练，才可能战胜那些古代怪胎。凭我如今的修为，儿时所习采集的夜之法，已可轻易施展。可惜，不言老祖却见不到了。雷光犀利如刀斧加身子，正好催泪元神。这雷云之中竟还有生灵，应是我淬炼元神引得心象显化，故此才出现过往在意的强敌。汲取纯粹的雷道生机，滋养肉身，淬炼元神，吸收了你可让元神化形。既然你以黄羽元神的面貌出现，那我的元神化形就用他的样子。雷霆劈击之下，元神显化，竟与这重瞳形成奇异感应。日后再借用重瞳之力，只需带着东西在身上，以元神观之，无需再取出食物了。元神的考验，此番真的要多谢你特意赶来相助。你的朋友都走了吗？嗯，大家都要为天才大战做准备。我不打算在天州参赛，想另寻一地参赛。不与我同去吗？我要去一处神秘道途静悟几天，好好考虑如何与主神了断。那好，我们大赛中相见，到时候啊，让你看看我是如何镇斩强敌的。别忘了报名，相信道主早有安排。道主，你回来了。走，带你去见见世面。
道主，有没有可能戈壁沙漠我是见过的，没必要连续飞好几天见这种世面。你在讽刺我？不敢不敢，百川会海天才大战眼看就要开始了，咱报名了吧。这种事还要我来操心吗？到时候你随便找个道童混进去不就得了？真是，你对我还挺好的嘞。抱怨什么？看，目的地到了。跟紧我。这壁上的痕迹，混元石，这不是仙矿，是一处仙古遗迹洞府。收起来。洪水之中有仙道气息侵蚀一切，千万别离开我，不然你坚持不了多久。撞走到了这仙府的核心。哟，这小子昏过去倒因祸得福了，受此遗迹环境激发，竟于神识内敛之中在自动印证此处大道真意，此子不凡啊。哎呀，全部都是上古仙料。
光泽也无神器，应该只是块什么宝料的石皮，没什么价值。古殿要封闭了，快撤！傻孩子还不醒来？是远古先民的幻想，你过来了，看到了还不挡住？小子，你感悟仙古道法，收获不小吧？我。不过，日后若遇到主四身合一的地冲，依然不要轻视。合一后很强吗？他那神态再变的秘法，到底什么来头？这秘法乃是一个不灭的生灵所创。不灭的生灵？难道是他？他乃本纪元以无上生灵的一父子，传说其血脉与鲲鹏有关，只要不是两身同灭，就可无尽再生，越来越强。不过仙殿所得乃是残法，并无自动变强的妙处，但依旧小觑不得。好了，我要继续去探索无人区了，你好自为之吧。道主，至尊殿堂可能被一只大乌龟驮着上界来了。我知道，听闻过一只银皇见到了他的消息。去参赛之前还有些事情要办。
爷爷。好玩。孩子，爷爷，您彻底恢复了。尊者经可断翅重生，几日无事，自然可安息疗伤。天神族，哼！爷爷不必生气，浩儿又没吃亏。那还不是多亏你拜了位厉害的师父。虽然有时不太靠谱，但对孙儿的确不错。浩儿，我也听说了，那百川汇海乃是万族争雄的战场。这个是你当初留给我的，还是交还给你？兴许能派上大用场。爷爷，这就是天命石，你收下。哎，你要去参赛，为何要将宝物给我？这东西若是还能融合就好了，可以让你更进一步。可惜了，虽不能融合，但这东西研磨成粉却抵得上神圣宝药，还是爷爷您留着，以防万一。好，咱们祖孙一人一半。浩儿，据传进入那百川汇海的赛场，好多选手都会点燃神火，我也特意为你打听了一处古火所在，明日便带你去收服。爷爷，您为孙儿做的够多了，点燃神火之法我另有打算。你已经长大了，所行之事早有计划于心，爷爷放心。只是听闻那大赛即将开始，想来你也待不了多久了。你我祖孙才刚刚相见，怕是又要离别了。浩儿，你一定要小心，哪怕不要名字，只要活着就好。爷爷放心，我一定会活着回来。少过，这次一定不会。
雨，速速起身。恩将仇报在先，无故挑衅在后，真不知你在自傲些什么。今日若败，我天人族定会沦为上界笑柄。云溪，拦住他！幽羽是我族天骄，我不能让你杀他。杀阵能降服得了他，云希尔这有所感应，也是他与天明石融合更深了。快走，我族天神马上就要赶来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，你可借此破空而去。你怕是忘记了，此处是我的师门。快走啊，真的要来不及了。你还是放弃吧，事到如今谁也阻拦不了我，即便是你。我也是天人族，你要报仇先跟我来。难道你我之间真要刀兵相向吗？我最后问你一次，还是不走？看来你是不打算走了。掌中灵犀诉说着思念，茫海凋落微光，我问心可永恒？那一点残留在那一寸回眸，你跌落在怀中。你根本不会伤我，又何必持剑？这场战斗对你来说本就毫无意义，你也无需把自己卷进来。他们出来了，胜者是荒。神女已败，你族两位天骄都是我的手下败将。幽羽和云溪居然都不是他的对手。下真神尚未赶到，还需再拖住他一段时间。
们都记好了，我就是至尊道场的传人，我就是荒。天命石就在这儿，想夺回去尽管来战。头一个上来的人太过自负，若是先行祭出此符而不是肉身搏杀，兴许能抵挡一阵，也不会连累后来上山的同门。告诉天人族，若想报仇，我依然在此恭候。大事不好了，玉宇大人，风次和雨伦被一个小破山门的大师兄给斩杀了。楚天神早已说过，大政之事将起，行事务要谨慎，偏偏不听。如今天人族一再受挫，下一代人杰凋零，不知有多少人会觊觎我族。事已至此，还是暴雨族中让长辈们做主吧。合族希望在融合了天命石的你我身上，重振天人族声威，此事你我之责，何须暴雨长辈。我将讨伐不敬之宗门，为我族扬威。你等将此消息告知四方道友，让所有人都看看，我天人族并未衰落，而是复兴在即。唯有如此，才能巩固与各族之盟约，震慑宵小。七托大人，你们可有打探到那荒的消息？正在探查。报，李探得，那荒是从天仙州方向而来，如今又往天仙州方向而去。天仙州，又与云溪不就在天仙州的天仙书院？听说幽羽代表天人族挑战那小破宗门凶名在外的大师兄了，这可是他融合天命石后的首次出手。哎呀，能看看天命石之威也算大开眼界呀。快看，那是什么东西？是各大教派的战船。哎呀，快看啊，来了这么多人啊。那当然，三千州天才大赛即将开幕，各族天骄谁不想多了解对手啊。收的这个弟子挺有号召力啊，打个架也有这么多人来看热闹，看我来搞个幻境，壮壮至尊道长的声势。叫做昆门的破落道统的掌门人，应该也是来观战的。
这些人都是来看我如何被人击败的。我若为帝，谁敢如此折辱，甚至企图夺我宝术，对我恩将仇报，是我为阶下之囚。确定是荒所为？能动用人族缩地成寸神通和鲲鹏身法的唯有此一人。哼，他这是报复，是赤裸裸的挑衅。众真神听令，全力搜捕。是。莫罗天神，你将此事告知护道人。何至于此？丢失之物太过珍贵，不得不如此啊。事后就算有人护着，你也不该搅出如此风云。你小子没白给我闯祸啊！哈，这到底是什么？也许是尚未成型的仙才圣料，也许是孕育之中的天才灵宝。这不就是个蛋？哎呦！这是仙精外壳与母气一同在汲取天地本源与大道，正在将此物孕育成型。我听着怎么像是个胎盘呢？就是啊。此物也是一种仙种，也可以拿来成就己身，实现最强进化。你是说我可以借此点燃神火入神火境？神火境可能太早了，此物可是蕴含天地道，古来经验之事何其多，不止你一人此想的，想以天地为炉，以诸天道则为火，但这种方法太难了。那我该怎么做？不是我不告诉你，只是想借此物为己用，只有两成的成功几率，一旦失败，他和你可都会化为灰烬啊。能不能先别说丧气话，重点是成功了会怎么样？若能成功，此物将与你共生，宛若将诸天道泽铸为道痕，融于己身。那我得试试。你这可是九死一生的尝试。没有试过怎知道不行？没有试过怎知道不行？道主，道主，看来我得另寻一名记名弟子了。你既然要走这条路，不要当无头苍蝇。这些都是曾经想走这条路的前人留下的宝贵经验。哎，你过来！哎，你过来！走，站住！哎，别跑，别跑！八景天宫是驾驭宝术之法，取肉身、武魂、精神高度融合，不分彼此才能修行。以上达不到要求，不过仗着你的肉身强大无比。或可学其中一些粗浅之功，今日借着你感悟仙种道德，就试着练练吧。
怪不得你吵着要泡神炼池，闹了半天是为了炼化金窟。也好，有此物之助，神识元神会不断壮大，习练天功也多些把握。练成了，很好。但先别忙着激动，现在你该出去了。为何？之前你钻研古书，潜心准备，我就没有告诉你。天人族正派出天神四处搜寻你的身影，并且借势逼迫几个下界道统在上界的势力。听说，最招的火族损失最为惨重。火族。他们这是在逼我现身，那我这就去碎了他们的心意。去吧，输了就别回来。天人族，听说你们在找我。就是那个荒，还敢自投罗网！他法力免疫神通，快退！法力免疫持续不了太长时间，我们只需消耗他即可。时间怎么这么长？杀戒连毁天人族十五株神话，听说你和大人击杀了十几位神火境的强者，这是在向缩头乌龟的天人族示威啊。
玉伦，你别忘了我们此行前去天仙书院的目的，不要招惹是非。我等毕竟号称天人族六杰，难道就由着外人如此奚落我族？难不成因为说的是内人，你的心就软了？真为族中着想，就更应该尽快赶去天仙书院，将天神交付的事完成。好，办完公事，便一同前去找货。对，定要将我族失去的东西，都从他身上夺回来。石浩，我知自己的族人对不起你，可也只能尽力，让同伴少去骚扰你。愿你能远离这些是非，逍遥安乐。祭托天神，我愿以性命担保，他与我有恩，也绝无不轨之心，您却将他打入了黑牢，我天人族怎可如此？忘恩负义！我等许他举飞仙石，不是报恩之举。可他隐瞒身份，不是包藏祸心又是什么？再者，族中公断，还轮不到你这个小辈智慧。爸，孔雀神主登门求见。若真为族中着想，就留在此处，把心思放在尽早彻底融合天命石上吧。守护的真神少了，莫不是宝贝被人取走，用不着那么多人了？少年，你好胆色，连毙我族高手还敢回到此处，怎么是打算回我族第一神矿，还是打算屠灭我们几个老朽啊？不敢，人敬我一尺，我敬人一丈，你们要杀我得宝术，那我便送上门，只看你们能不能成功。他疯了，小小尊者境竟打算跨过两个境界对战真神，何况是三个真神，区区几日就变得如此猖狂。你们怕是没注意，此番我来特地选了这满天雷云的日子，雷动九天。天雷，你们可曾被雷劈过？天雷不是我等所能抗衡，快跑！我不信他还能再施那眼雷秘法。雷帝宝术的这种天威，远远超越了修士本身的极限。可惜虚界天师之功，今日恰好就遇到如此天气。只能说，是天要亡于天人族。